天比较热，为了防止大家中暑，医务人员是一个半小时轮一班岗。下来的时候那身上干是什么状态啊？浑身都湿透了，然后我的衣服都能拧出来水。被这些医疗队伍人员脚下特意买了方的冰块。轮休的地方呢，是咱们这个区里面特意为这些医生提供的房车，那里面既有空调，又能休息。往外走吧，往外走吧。咱们的干部、党员、志愿者一共将近有350人参加咱们这项活动，负责现场维护、秩序维护，还有一部分负责现场消杀，也能够有效的保护咱们医生。冰块的效果，我觉得效果挺好的，有凉气往上冒，它既能达到降温的作用，而且感觉就是更环保一点吧，挺感动的吧，就是对我们还是挺关心、挺到位的。